首先进到管理专区，功能列找到系统管理，进入设定，在线上刷卡设定中点选订单通知设定。订单通知就是订单成立、订单已付款、线上付款支付完成，以及退款时会由系统自动发送信件，也可以设定简讯发送，但要记得购买简讯点数哦。接着我们输入寄件及收件资讯，接着看到下方联络电话和联络信箱，就是系统通知信件最下面的联络资讯。您也可以在信件填写附加资讯，填写完按储存键，这样就完成设定咯。